你要回家吗？待会有没有想吃什么东西呀？谢谢大家。有喝酒吗？他会真心给酒报道吗？就是国民党有内奸呐、啊，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在这里郑重宣誓：如果将来我如果竞选总统，当然是如果我当选，我会把中天叫华视退出五十二台，五十二台还给中天。你可以这么蛮横，把五十二台中天干掉，就放华视进来吗？你 NCC 如果说好，华视是一个公共电视，我要放到五十二台，它没有商业利益，它其实也有了哈。党政军退出三台，政府的力量通通进去了，然后党在控制政府，现在不就这样吗？所以党政军退出三台是假的、啊。然后你叫华视进来，那你就讲嘛，因为他是公广，我就要给他。他说他是商业行为，我们都没有介入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相信吗？提名权才是主控权嘛，少跟我讲什么独立机关了、啊。以前新闻局管的时候，至少还可以知道谁做决策嘛，局长啊、处长啊做决策。现在委员是谁？你们能够叫出几个委员的名字？不知道啊，都不可以不必负责啊。做了这么重要的决策，可以不负责啊？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在这里郑重宣誓：如果将来我如果竞选总统，当然是如果我当选，我会把中天叫华视退出五十二台，五十二台还给中天。本来就是这样嘛。独立机构，它真的独立吗？它真的是独立吗？我只是很好奇哈、哦，国民党很多很机密事哈、哦，怎么都是自由时报先报道出来？你们不觉得很奇怪？你其他媒体不会很气吗？这里讲政党应该公平，为什么都是自由时报先拿到？啊，我觉得国民党有内奸呐、啊，哦。因为假如自由时报是国民党的好朋友，你给他没有关系吗？自由时报什么时候报道国民党的好事呢？那什么拼命给他呢？这不很奇怪吗？那如果许淑华跟韩明不讲，我先讲这一点，我就很奇怪，我觉得这个江主席应该查一下了，不好嘛？你机密的东西怎么都每次都自由时报先拿到呢？别人说我逼宫啊，什么引起内斗，我真的没有这个心。你从下面的事你就知道，江启臣第二次跟我吃饭的时候，他说。我们立刻启动你回复党籍的程序，大概一两天、两三天就办好。另外，我要聘你为中央评议委员。赵康兄、赵大哥，我能够在我党主席任内聘你为中央评议委员，是我莫大的光荣，对国民党的团结有很大的意义。那然后郑兆新做联络人。传入党申请书给我，我还犹豫了，啊，后来了，传了入党申请给我，然后接着又过了几天，江启臣找我说，啊，他压力很大，所以呢，暂时不能给我中评委了，就是这样，所以那个时候都没有谈到一年哦，没有人谈到一年了，只是说当主席要有中评委或中央委员党员，当时只认识是这样的。哦，然后江主席有说他到现在没有放弃，他会继续选党主席。我说我选不选，没有决定，我不是一定要选，我在考虑。哦，你先给我一个资格嘛。哦，这是原来是这样讲的嘛。那后来变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变了。理论上讲，变了，我还是觉得当时既然答应了申请，我就申请了嘛。那我有没有跟各位讲呢？没有嘛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我讲出来好吗？不好吗？所以我都不讲，被你们骂，被你们讲，我都没，我就忍了，我就是只是告诉你说，他欢迎我回去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因为今天媒体出来了，那你们问我，我才讲了，不是我要讲了，那我也不愿意骗你们嘛，那情况就是这样。